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パフ D 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。好，又来到废物开箱的时间了。先开箱什么？来看一下，汽车收纳箱，做车啥品？我们是认真的啊，好吧？认真的，人家是认真的。看今天我乱买了什么？看到不？丁武斌呐，有没有？哎，啊这怎样？看这怎样啊？怎样？还有吧？啊，有哦，有没有场面？啊，这放哪？后车厢啊。哦，好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是认真的。阿呆，你有朝一日你也会体会到那种买了自己的车以后，然后开始上网买它的配件的那种感觉。不相信你问他，有吗？你有买吗？他买太多了嘞。哦，你还没开完哦。体会一下有了车以后的那种感觉。快加入我。等他有新家，他就快了，他就会开始要买车了。哎。你可以开 Fit 哦，长测哦，哈，哦，可以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公司花钱还加大包哦，对啊嘞，而且好像很省油哦，很省油嘞，不用加油。看一下质感好不好？来，请估价。要估价？要估价。你猜这两个箱多少钱？要含运费吗？含运费，含运费。泰山估价。1500吧。你呢？我猜3250加600块运费。公布售价，来，这个小的546元，这个大的690元。对，两个加起来呢是1236，1236再加240的运费，因为我给人家勾货到付款。对，因为我怕付钱阿六不寄东西给我。要不然他的寄石头给我，有没有可能？也是有可能的吧。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是1476元。蛮便宜的嘞，很便宜啊，跟赛一样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这个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找了很多玛莎拉蒂的东西，发现他们东西都在大陆，台湾没有什么人在卖玛莎拉蒂的东西，可能在大陆市场比较大吧，会不会比较多人用？哇，这个卷成这样，妈的嘞，折成这样我怎么用？哎、欸，我干嘛那嘛未通呢？哎，我干那样让别人用。这放上去一定翘翘的啊！哦，这个我怎么能接受？我们豪车车主可以接受这样翘翘的吗？不行啊！那怎么办？再买一块，大家不准用卷的。泰山，你可以接受这样吗？好一点点而已，还是卷卷的，哎，好痛苦。你就先放进去拿东西压着吧。好，走。哎，这么乱，干？怎么会那么多猫屎？我的每一台车后备箱都是这样。你最好是有刚好哦。干，也还好，好像没有很刚好呢。好烂哦，好烂哦，好烂哦！你放两个后车厢就满了、欸。对，好像只能放一个。好像只能放一个哎。好啦，就这样好不好？只能放一个啊，另外一个怎么办？放泰安车上。托盘废物，箱子还可以吧？托盘也还好啦，就给他一段时间了。后面还有废物啦，后面有很多废物可以看，好不好？没问题的。干，可是我觉得放小的也不错，我会不会哪一天想放小的？因为觉得小的比较没那么占空间。大的比较有派头啊，太小啦，派头，小比较可爱啦。不要啊，大的比较气派啦。会被老板娘骂。下次有废物再跟大家讲啊，我那边还有箱废物。那你的杂志上面总控啊？是落雨乱叫吗？我唔知啊，无落雨嘛是啊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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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停红灯了。啊，足近的吗？正常。咩？哪里正常赛？哎、欸，好啊，无啊，正常啊，啊较晏嘛，较晏。换医生都袂听啊，无啊，也乐极极。我坐到都坐。我那个比方讲，你知头家为啥买这叉狗？啊，因为明年他食牛排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明年食牛排。食咩啊？肉较无，你袂当食牛啊？你有食咩无？哈，应该是。哎呀，泰山有七只，海马。哦，对，迄海看起就变海马。敢拢袂比啊？有可能？赞你啊！你要赞我，我无开 support， 我开 support 唔赞。你干嘛提吹伊佬啊？你为虾米要遐蛋？我惊震伊卖啊！你看，这两个震伊卖。啊！你惊人震，塞玛莎拉蒂惊人震，咱卖人震都袂歹啊！你惊飞袂起。为虾米规龙无变？二级玩了吧？
欸，很正常啊。那我可能完全哦，有啊，做哦。红车来啊，正常不？一派起是红色的，不是黄色的。你多少显示是红？就是黄色的。是黄色的，一派起是红色的。红色就近呢。就是因为我附近无物件啊，一个讲足近呢，才奇怪，你知道意思不？然后变放羊的孩子。啊我故意哦，我有地啊，阿哥真袂记，无安尼啦，一句话你直直塞塞去你一家公司啊。你一定要用阿廖，我这黄色的吗？对，黄色的，黄色的我感觉是正常的，因为边仔有倒摆嘛。有啊，它亮黄色的正常。欸，你看一下盲点，我那翕袂到，翕到都歹看。哦，对嘞。我那看到真正周边叫人家迄个小可伊个衫啊。但是你就是是草啊。哎呀。不是我才看有啊。啊，你这边我可能唔知啊。无，伊行伤大块，你无感觉迄边看无啥着路吗？可是这个车的尻川街的车头无去。对吧？对。我讲伊就是。伊这个多大块？你问阿呆啊，阿呆明仔载要上片嘿，阮出去试车改几路的。我咧阿呆钓的，阿呆这边啊。你再叫阿爸，可不可以下阿爸？无。对啊。哦。呵呵啊。可能。打个蒙蒙的好去。我蒙过啊，好无？你蒙过啊？我家己有去蒙过，我甲扛咧，哈哈哈！我调查无，我甲扛。对啊，我拢嘛先看，无正常啊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パフディ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。叫一下啦，这边红灯叫一下。叫了吧，你免停特别我，你就叫你正常停好不好？感觉无呢？有啊，我听讲我的，听讲我咪是正常感应到是正常的，有啊。好去啊，我无禁着吧？没有啦，我好禁嘛，遐位在中央有，来这落骑玛莎拉蒂落掉。有啊，当初咱无去试车。该关拢爱装关，前后拢爱装关。你离红色是很近才会变红色，就近的应该安全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关掉了。哎、欸，对 ，OK， 五号 P 啊，对吧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头前的 sensor active in drive， 开的时候要不要有侦测？哎、欸，安尼我把这关掉就好。原来是安尼啊。对啊，三万。原来是。看今天那边钓鱼去下。我是对啊，就稳了啊。哦，我不晒，我不晒。啊，上镜就是这啊，我跑来啊，就是这啊，红的对吧？瞬间。哎呀，为什么？这啊嘞，伊一直叫我，别一直叫我。哎好嘞。哎、欸，老板，真好的嘞，我没办法帮你维修。不要紧，咱好人家，我等下搁试看。哎、你等下搁试看。我拄着。真正机器叫拢袂停的，你敢找我？机袂停的时阵，机袂停的找我。所以以后这人客来我，啊，带去试车。哎、欸，迄、欸、有诶，真正西装诶，完全有试，完全嘛甲你讲好诶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变哪？我甲你讲好啦，我是该去验车。我好奇，一个小姐来着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去验车去。去那个鉴定站验不过，哎，吼，哎，去完厂检查，我厂讲无安怎，哎，啊，因为仪表开，是仪表，因为验车伊无啥要开，所以档啊档无好就袂过。哦。叫伊完厂检查，我厂讲好个啊，哎，就足突然来讲，我去外口民间的，哎，啊无民间的提供啊，你可是你起码叫都叫一间提供目镜，钱无唔是问题，我叫完你帮我检过就好。对啊，啊伊是去鉴定站嘛？对，去鉴定，啊鉴定站啊隔离晒啊，隔离晒对啊。啊伊不要动，不能不要用，啊就动超过就刹车不合格，嘿，就袂过啊。第完成原厂检查是好的，所以我今我刚刚去看，你敢买外靠验验的都好啊？啊，定检的，你敢买外靠验验的好啊？啊，买去，伊只去开钱去外靠验，啊，就贵啊，对吧？因为外靠的伊会使帮你晒嘛，啊，真对吧？真你赚哪个哩贵？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啦，那我搁试啦，哦 ，OK。多谢师傅呢，没啦，啊，无其实我是先刷表，师傅晒看嘛，晒下地好晒无啊？敢买兴趣搁换一台啊？换一台好啊。
要换什么？我搁讲一台同款的，你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啊，敢无用？无这大只，我袂用这大只。袂这大只。对好啦，我找细只的，马上啊，对啊。哈哈！好啊。你嘛是硬甲缩起来的嘞，好贱哦。他这个框是台湾来台湾才弄的吗？应该是，因为刚没有锁紧啊，这样喊啊。其实他还可以再锁啦，这边有没有？硬把它锁上去。要开两个洞啊。对啊，可是我觉得很丑，我不敢，我不要锁了，我就锁把它锁紧一点就好了。哎，可惜啊，还没开场呢。还没开场啊？哎，接收到很多这个观众朋友的留言，是这个侦测到灵体哈，还是无形的哈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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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最多的留言是说误侦测到大牌。好，很多人说什么贴什么绒布的啦，什么什么。那后来我们发现这会动嘛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就把手收紧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固定，先让它这个不会动。你多少我看会叮当吗？啊，不会啊，当然啊，它多少是没收完呐。刚刚我们原本的大牌是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没有，松松的。啊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一刹车它就往前、往后、往前、往后？因为雷达在那边而已。对啊。它是不是就侦测到了？雷达。所以我们先把它锁紧，让它不会动。第一步啊，不行，再来贴那个绒布嘛。再不行就叫师傅来，来量解。看小师长知识，看小师，你们也让我们长知识。这样，还有说要凹45度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大牌要凹啊。你看原本这个设计的牌照框就不合啊。对啊，它不是这个的啊。它的牌照框其实不合啊，你看它这边就卡着啊，所以它这边不能锁啊，它这个是斜的啊。一定要锁，要钻个洞啊。对啊，除非这边钻个洞，要不要？干，要不要钻啊？要不要？钻啊，要不要钻啊？怕小钱好人啊，落落啊，不要好了。哎、欸，嘛是叮当啊，那二手两支啊，你用硬要锁，我甲拽落。啊，大家说贴绒布是要贴在哪裡？他说大牌的后面啊。哎、欸，阿西阿哥在边啊，冷大冷抓双面胶画嘛。好啊，这有可能倒着来吗？上次我跟阿哥出去开了整路，你知道吗？阿哥出去开的时候就没有逼了，然后阿哥说啊，你回去试看看，我回去又逼了。对，还有人讲说他去围班为什么不用雷达啊？时间轴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把矿会复仇者联盟吗？还有时间轴，你知道哦？我时间轴太乱了。对啊，哎，时间轴都无讲，先去保养才发现，后来回来看才发现 BBB 的。阿伯时间轴爱冲阿丢哦，阿伯那蜘蛛人就怕超人啊，我跟你讲。其实这俩嘛是直接讲的，对不？对啊，伊嘛是讲，伊原底嘛是只安尼像安尼啊，只要瘦落来。所以这攻两颗跟攻四颗的差别而已。现在是攻两颗啊，哎、啊，阿伯大黑啊，咱这两条个大双面胶，我们用海绵。好不好？刚才坑一下吸水，加上变重，不差吧？啊，不差、喔，干不差这几次啊？不差这哦、喔，稻草的一下压倒骆驼啊！哎、欸，你会唔着兵哦？没有，我要。啊，你提这小朋友，你做劳作诶，你加设置诶，我唔着啊！你就会使啊啦。坑一下吸水，哦，干啊！阿呆他妈上次都是你。害我现在载我老婆开很慢，我说石破不敢开啊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慢慢开。吴先明，啊，然后我讲无坐啊，唔敢开石破，讲后边就差。两侧的话，你就规拢无敢放下。先为两侧吧，你要规地哦，规地海面哦，要需要这最输了，咱真正给一斤呢。然后 Soki， 我们来看看网友说的对不对？哎呦，好像比较不会动哦。我啊，我无搞懂，而且我那时候就设计，太短了。我换掉了，太换厂了。对啊，泰山机器一样而已，跟我赛车一样，没有啦，我新配。你有看到以前那一款？啊，半截的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ハフ D 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。じゃあ、就报仇，好吧？结束了，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